哎，那个不是英国料理，我去过英国呢，我吃英国料理那个不是哦，你是骗人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菲菲。我们女人呢，除了要爱老公、爱男朋友、爱小孩、爱爸爸妈妈，也要记得爱自己哦。那我今天呢，邀请到了一个来自英国的英国奶奶。大家好，好开心看到你，也很开心看到菲菲了，真的好开心，也很期待了。请到你，哎，你是我第一个这个。环境第一个客人，因为之前在我以前的家，好开心啊！而且这边好美了，感觉很舒服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美甲喽。那你今天要做什么样的设计呢？好，你的 creative 都可以的。没有 problem， 那就交给我吧。Yeah! 因为我们这个单元是叫爱自己，你觉得爱自己的定义是什么？我觉得爱自己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。我觉得每一个人必要爱他们自己，不是那一种的傲慢的，其实真的是很蛮会照顾你自己哦，给自己很多 respect， 把你自己顾好。我觉得这样很重要，所以如果你没有把你自己先顾好，没办法就是帮助别人哦。那你觉得你自己有爱你自己吗？然后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去爱自己？我觉得对我爱我自己的，我以前不觉得真的不爱我自己了，真的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是这样子。你知道 meditate 吗？那个，我每天必会做这个，我觉得你必要给你自己学的时间，就是让你自己 take care， 懂我的意思吗？对，把你的 thinking 也要照顾好。然后我每天我会做那个学十个感恩的那个东西，我觉得你起来那个时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，就是每天早上让你自己顾好，然后你可以去面对那个 world， 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我真的是这样。早上就开始，没错，对，先把你的杯子先吧，然后你可以给别人喝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讲得很好，讲得很重要。对，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在台湾开餐厅呢？因为我在英国是那个主厨，我就是去那个餐饮的学校。哦，所以你还没有来台湾之前，对，我都是做那个餐饮，因为我小时候很爱吃东西，所以。我就觉得哦，应该要做跟食物有关系的那个 career 这样子哦。其实我记得你们是之前是拜路边摊，没错，我们开路边摊一年吧。一年后我就跟我先生说，哦，很想念餐饮哦。他也有一点差不多，他的工作也是在银行，他就觉得哦，他自己要创业这样子。然后来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开餐厅。一开始你有想过会来到台湾这里开餐厅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本来的梦想是什么？如果没有嫁给你老公的话？我觉得，因为我不认识他之前，我要回去那大学，然后念那个阴阳嘛。哦。后来就是回去再念这样子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取你的名字叫英国奶奶？其实很多人，你不是奶奶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还没当妈妈喽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是因为我们本开始我们开那个路边摊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卖奶昔。之前我们的名字是台语，是英国奶奶。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些人就是认识我们的名字哦，然后我们开始卖更多的东西。我先生就说：“哎，我们不要再改名字好了，这样子。”那你创业，你觉得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？我觉得本开始就是本开始是钱这样子呗。那最近可能做越来越久，我觉得可能是当老板之后，他们会跟你一个 distance， 我可以还是跟他们开玩笑啊，还是可以跟他们聊天。可是有时候你会有那个有点 lonely 的感觉，懂我的意思吗？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要比较严格一点哦，什么这样子。所以原本我的个性不希望跟人家生气啊，还是什么。可是我觉得品质要顾好什么这样子。因为很多欧洲人都说英国食物难吃，比如外面那个。那你同意吗 ？No， I disagree 这样子。真的觉得很多人说英国料理很难吃的，比如说那个什么 Stargaze Stargaze 派、欸、其实我跟你说很多台湾人问我、欸、那个 Stargaze 派你有卖吗？我在台湾第一次有听到那个 Stargaze 派、啊、它就是一个很我们好几年的东西，其实我也问一些英国朋友，他们也没有听过，然后所以你们没有在吃的，我们不会吃这样子、欸、可能有，对不起，如果真的有一些英国人会吃，可是我真的没有看过了。英国我跟大家说，如果你以前有去过英国觉得 难吃，你以后可以做一个英国人的家，他每天给你煮东西，你会改变你的想法。哇！还可以来英国奶奶，不用飞到那么远。那你觉得你们创业那么久，最有成就是什么？我觉得第一个，我们就是开店里的时候，你看、哇，这个本开始是一个梦想，然后我跟我先生就是在 sofa 就讲话而已的，我们要开餐厅怎么这样子哦，那你就开始看就是客人就进来哦，然后就可能外国人他们来就是英国人来，然后给他们那个可能就是家里的回忆、的感觉，然后我也觉得现在我们的 team 就是越来越大，然后我看他们都很认真哦，然后就是可以自己处理事情哦，然后自己
做，然后自己真的是很认真做事，我就觉得、嗯、哦，什么的感觉？幸福吗？幸福了，对，成就，很有成就感，对对对，很有成就感。你看我中文也有要练习，成就感。你 girl 的话就是有点阳光，夏天，然后蓝色就是配我，所以我的配色跟设计上面我就会放蓝色，然后还有一些小花。好棒，我超爱花了，所以开心哦。那你觉得让你能做那么久的动力，是什么？那时候我跟我先前一直聊那个，你真的就是要一直问自己，就是你的梦想是什么。然后就是不要看现在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大家都说，为什么人就要有梦想？你没有梦想，important， 真的，你要一个为什么？那你有遇过那种很难搞的客人吗？有时候有一些人，他们可能就是在英国人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那个不是英国料理，我去过英国，然后吃英国料理，那个不是啊，你是骗人啊！”我听一些客人这样说，我就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不是骗人家，我是真的是英国人，英国主厨。他们可能去就是一个地方，就是吃一个可能炸的薯条，跟我们可能有点不一样哦。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的料理不是对的。可是，在台湾一样哦，台湾有可能薯架卤肉饭哦，不同都是不同的味道。对，南部的卤肉饭。没错，对。然后后来我就学到不要想太多了，对。有时候客人就是一个说，哦，可能就是我家里那边煮的不一样哦，怎么这样子？对，以前我会很生气的，现在我就觉得你不要这样子。有吗？你有遇过员工跟你怎么样吗？其实还 OK，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不错了。有一个我觉得在台湾就是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候不会直接跟你说为什么他们要离开，可是在英国的比较直接，他们说我要去旅行，还是我这边不适合，可是在下面说哦我家里有事啊，我要去回家帮助家人哦，然后你可能隔一个礼拜他们在别的餐厅上班，你就觉得啊。跟我讲就好了，我不会骂你哦、喔，我不是一个 monster， 你知道吗？可能台湾就他们不好意思，没错，对，应该就是这个吧，对，就不好意思，对。你有在英国的餐厅工作过吗？有，对。那你有觉得什么不一样吗？我觉得，对啊，像因为在英国，我们可能比较客气讲话，就算老板跟员工也很客气嘛。对，我觉得那边如果你不要直接跟他们说他们做的不好，你可能就说哦那个是还好 ，that's okay， 那他们会感觉到哦那个不 OK， 他们就知道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就会改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不用讲那么夸张不好听的话，他们就让你不开心这样子啊、哦。可是，在台湾，我开始带人家的时候，有时候我跟他们说。哦，那你做的哦还 OK， 他们觉得、哦、我就还 OK 啊，还不错这样子，对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他们就是，那我就要练习一下，可能是打人也是不一样的、哦，要直接一点，不要直接讲话，那个不好，他们说 OK， 那个不好这样子哦，对，在英国没有很多那个偷偷讲的方式，懂我的意思吗？那你跟老公现在结婚大概是11年多，那为什么没有想要生小孩？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一直不太想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爱小孩，像我的弟弟有生小孩，我很爱。可是不知道，我会从小时候没有那个感觉，我想要生小孩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我就认识我老公的时候，我们本开始有讨论过的，可是后来我觉得我真的跟他 honest 说，你真的要吗？他说，其实我还好，那我也很 relief， 我觉得我也还好。以前我觉得我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为什么不想生哦？你别享受你们两个人的世界吧。对，而且现在我觉得开始在这边生活，开店哦，然后我现在就是工作比较忙哦，这样子哦，然后越来越就觉得啊，真的我不太想要这样子。而且很多人也问我，哎，你会不会后悔吗？我个性不是那种，我不会后悔事情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子，但是你老公那里不会。其实我婆婆比较 easy 啊、哦，她本开始有问，她不会直接问，她可能就是说，哎，我朋友有一个那个小孩好可爱哦，可是暗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暗示没错，对。她说，我觉得我不很幸福，我婆婆刚刚不会给我压力哦，真的很幸福。我听说有些就是可能人家就会给她的那个幸福有点压力这样子。你老公是就一个儿子哦，对。可是我觉得他们不会怎么，我婆婆刚刚真的一直跟我们说，你们开心就好了。还没有在你认识你老公之前，你知道台湾。是我那个泰国跟台湾，台湾，没错，台人台湾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在英国，我们所有的我小时候所有的暑假东西都是 made in 台湾。可是我本来台湾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好美，就是很美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以为是可能很就是很多人，可能你看，因为我看很多那个可能中国的影片哦，就是、很多人哦，对，跟香港一样这样子。结果来的时候，你最吓到的是什么？狗狗。
是在台湾就是 run park， 但我的意思，你去每一个地方有很多狗狗，就是在走一走在路上哦。你说流浪狗吗？对。可是，在英国不会有 stray dog 吗？没有，他们就是如果有一个 stray dog， 给一个人就是会马上打电话，就是给一个狗那个地方，他们就是会去拿走，被拿走这样子。那你有什么建议？就是如果要给创业的人，比如说哈，我想要开餐厅，我觉得我想跟你们说，你真的要找真的有兴趣的东西，真的。那你不要就为了钱，那个也是很重要，因为我认识很多人。就是做生意就是为了钱，然后有时候你就觉得可能就是钱不够啊，然后你能力不够啊，然后你生意不好，你还是每天晚上早上要起来就是去工作。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就是很大的 passion， 懂我的意思吗？兴趣啊，你还是想要起来，你就觉得 OK， 我今天可能钱不够什么什么，可是没关系，我还是有那个 passion。需要有对动力，是要去做你自己想做，你才不会。没错，对。而且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是，你要想一下，你可以只是帮助别人，也是别的人很重要的。那你有想过回去英国？其实会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有讨论过，我们可能去那边催收，因为那边就是速度很慢哦。然后就英国北部那边很漂亮，这样子是退休那边必会去会去这样子。那你没有想过几岁要退休吗？不知道。喜欢10年后，10年后喜欢可以的。好的，那我先帮你上完免签就可以结束喽。我最喜欢那个花，真的很漂亮。那我们今天的指甲就做好喽。真的谢谢啦， yeah， 真的好漂亮哦。Amy 喜欢，我非常喜欢。你看它做的好美哦，它真的设计就是蛮漂亮的。我有花，我有那个英国国旗的颜色哦。而且这个好漂亮，这个颜色好美的，真的嘞，你有天分哦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谢谢 Amy， 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